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七日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两岸局势紧张，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昨西经过台湾海峡，两国空军而且嘛开始伫半暝进行飞行训练。卫生福利部宣布取消挂号费用调整比查的制度，病院会当家己决定挂号的费用，也毋过人烦恼会增加病人的负担。北部本土摩亚搁再增加两个病例，一个四月也是高峰，高雄顶礼拜嘛增加四例天狗类的本土病例，拓北方的密度嘛增加。先一开始来看苏丹红环球啊粉的风波，搁继续的传烧。消息是表示讲，到昨初五已经回收封存的环球啊粉加相关的产品，已经超过12万2000公斤。目前哦，够五批的检验，拜五进前会有结果。也唔过扩大抽验完成了后，市面上敢会搁出现有问题环球啊粉的，消息嘛唔打挂保证。地缘苏丹红，湖南境混到一转台，真侪食品品项，包含夏威鲜、海底捞、八方云集等，拢含全是安尼记录。根据销售统计，到七月总共回收个封存湖南境混个产品总共12,588.4公斤，包含保险企业、临检国际贸易、加工国际贸易，除了分别由地方卫生局在发以外，也拢已经移送检调。都有违反治安法第15条。第一项第10款，这是有行者料移送的。那另外他们各有不同的，比如说篡改检验报告这些，检调都已经介入处理了啦。到时候行者的部分没有起诉，回头我们还会用食安法可以裁处6万到2亿元。小苏表示，这摆地检可能将混总共抽检59个抽检的苏丹色素，其中43批检验结果符合规定，11批检出苏丹色素甲规定无合，5批检验当中，那佫加上原本保险公司的迄4批，总共有15批检出苏丹色素甲规定无符合，另外5批又原在检验当中的部分，按算上见即礼拜五结果会出来，只是即摆。扩大抽检完成了后，是不是代表后市场已经清查了嘞？清查是不是100%后市场完全没有？我想我们不敢这样的打包票了，但是我们的跟卫生局的稽查会继续努力，卫生局也继续在稽查当中。另外，小苏也为三月七号开始地瓜红网站首家线，可能纠纷检测苏丹色素无合格专区，内底有违规业者无合格原料保险暗号、检验结果日期等等的资讯，各地特工10点更新资料，后挂界来参考，解决民众涉案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两岸局势紧张，美国嘛真关心哦。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运河”昨西经过台湾海峡，美国新闻强调讲无经过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范围，因为中国正在举行全国人大甲全国政协会议。解放军嘛表示讲，因全程拢有监控美国的军舰，早起同款嘛，阁有军舰甲军机飞来咱台湾附近。金门中国船并船案件还未结束，两岸维持紧张局势。美国关心台海情势，在中国举行两会期间，派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伯克级驱逐舰“昆恩号”七号穿过台海，强调声明：“昆恩号”经过水道，无在任何沿海国家领海范围内。外界解读：中国想要整合台海制海制空权。美军用实际行动来反制，不管是从气球 M503到现在的金厦事件，中国会希望就是他在这一边掌握住了制空跟制海。那可是如果他掌握制空跟制海，美国依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去做一个自由的航行或者穿越的话，就代表中国没有办法去确保这个地方去掌控这里的制空制海权。美南陈贵台海鼓动引起中国不满，将军邓波正副表示。组织海空兵力专程跟踪，甲监视美兰，随时应对一切危险，也继续对待施压。国防部七日发布三条强基14架次、强南8架次在交台。另外，两岸就金门事件协商讲不完，学者分析，不只是单一事件，未来恐惊会常态化，是不是进一步提悬加做军事冲突，也引起关心。中国国防部从来没有对这个事件发表过任何评论，中共的军舰从来没有出现在金马海域，借这个事情好动武，中共还会动武，这是危言耸听。
针对中国加强中间地带冲突，阿苏台湾空防反应时间，国军做出应对，中华飞行员也敢作战能力。空军双部展开跨组夜实战化飞行训练，也就是暗时11点了后进行国航演练。花莲五连队、台南一连队、甲新竹一连队的三大主力战机 F-16V、IDF 幻象2000拢会到一训练。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哦，你们9点就起飞，我们觉得吵到我们睡觉了。他们现在不会了，一听到起飞，他们都讲到，哎呀，一定又去做拦截。空军规划初期一个月执行一到两摆，提悬空军夜战能力，噪音可能影响周边居民。防疫款正规，民众爱甲军方协作会支持飞行员训练。记者综合报道。解放军对咱台湾的威胁范围是愈来愈大，咱国空军哦，今年开始嘛伫半暝来进行飞行的训练。华人的空军哦，是先去甲受到影响的乡镇市公所来回接，麻烦改善和村里长。万国民众哦，若输伫半暝听到战机的起降，会当体谅。伫华人市新城乡的村里长，手机拢有收到感谢，并头声应应时局，空军第五联队将会执行跨年的飞行训练，来符合实战化，声音会较大，请乡亲体谅。刚刚收到吓一跳，整个里面来讲可能会紧张，是不是？整个我们两岸的局势是不是更加紧张？会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你会觉得半夜会比较吵，嗯哼，那可能有的睡眠比较不好的会比较容易影响到，因为又刚好是在他们这附近嘛。其实花莲那边将对战机起降的声音拢真关系啊，这么应应强军所料，爱增加跨年的训练，空军即个呾请公所代替发感谢，对相关的规划，国军也无做回应。因应国防的安全，我相信这大家都要共体时间。那不过还是会希望国军联队能增加对于地方民众的说明，让民众也能够去明白现在国军在于现在飞航的一些相关，能提早有一些准备跟阴影。另外，因为战机起降正接，有一挂大卡瓦机场的民众，希望军方会当调整作战步骤的限度。对此，空军有甲市公所讲，跨年飞行的时间是暗时11点到隔天工透早1点，一礼拜差不多2遍，并不是答案，请民众体谅。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取消医疗机构挂号费调整比赛制度，未来病院会当来按照市场的机制，家己定挂号费哦。有基层的医师是认为讲，各项物件拢会起价，本来就应该爱开放。目前哦，大概是有20%的诊所打算要起价咯。医改会呼吁卫生福利部应该甲公平会来定出挂号费参考的范围。原本考虑民众看医生医疗门诊挂号费参考范围是150至300，若是费用超过上限，要向卫生局申请备查。不过卫福部3月7日时发文公告，取消医疗机构挂号费费用备查制度，也就是各医疗院所应按照市场机制家己来调整。什么都涨了，就只有薪水没涨，不是吗？所以这个东西也要涨，不是很奇怪吗？他要涨多少就给多少啊。台中五诊所马上就公告3月18日开始调整挂号费，台北市开业20多年的诊所拢无起过钱，怨叹各项成本拢伫起，真是吃袂消。如今只是迟来正义，其实是迟来的正义啦，也是把这个法令的明确化而已啊，避免有些县市卫生局呢一直拿着鸡毛当令箭，把以前的备查当作审查。因仍然有五至少20%的诊所想要超悬挂号费，医改会甲消基会是认为医疗服务免甲一般的商业行为来比，好像卫福部应该甲公平会重新拟定应参考的挂号费的范围。尤其这个就医，它可能跟它的忠诚度、距离、疾病需求以及医病关系等等多面向都有息息相关，不能单纯的用市场机制来对待。如果说要由中央统一定一个分区的标准，其实这个会有一些困难在，因为这个地区的部分，地区的医疗水准落差其实是会有点大。卫福部表示，重要是医疗院所要提早公开调整费用的代志，和平常了解，按那无应回归医疗法来处理。另外，医疗机构是不是应联合起价，是靠由公平会来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本地三月开始哦，开放会当组团去中国旅游。顶个月初又搁宣布讲，六月要开放禁团令。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嘛进行专案报告，立委会主委邱泰山是强调讲，中国到达搁无对对顶开放旅行团来台湾，那咱干那咱单方面开放观光的逆差哦，会变甲真大。邱泰山是讲哦，中国若是有诚意的回应，咱嘛会搁来做调整。跟影响评估，那政府当然欢迎这个两岸对等的这个开放观光，而非我单方面的解禁。那关键呢，在两岸同时做出这样的一个开放。强调对中国观光交流的大门一直拢开咧。立委会主委邱泰山就禁止旅行团去中国的命令，去立法院避询的时阵指出，中国到达无对等开放旅行团来台湾，咱国若是各方面开放，会面临真大鹏的观光贸易逆差。不过嘛，讲中国若是提出善意，无排除会阁做调整。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到五月底进程差不多有4000团、10万的旅客会当如期去中国旅游。不过立委持续质疑，决策的过程是安怎会汹汹改变？各种管道里面是有得到说他们人会也会对等开放吗？有得到这样的回复吗？基本上他们是要认为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不愿意谈，所以应该涉及到他们内部的。整体政治情势的评估了，后来到最后才喊停，那到问题就很严重嘛。你前面的政策反反复复不连贯，而且在谈判的时候没有踩稳对等的立场，这一点本席予以最严厉的谴责。谈判怎么没有踩稳对等立场？就是我们啊，人家不来，你还要来？你邱泰山回应讲，禁团令是由行政院召集下部会做出来的决议，而且当时在中国各国方面宣布改变 M503航线，加做上近的一条引火线。因那里为嘛关心讲，业者的损失要安怎来赔偿？他的业务量呢，50%以上是做附中团的，大概有404家，大概10%不到。加速扩大吸引国际观光客方案，请问这个在经营附中团的业者可以用到吗？不行吧？这边出境到大陆旅游不行，第一个他也可以选择东南亚、日本或者是这个欧美。针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前几天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阵，有关台湾的论述，甲统一头前和平的这两字删除，引起外界关注，讲敢会影响台海和平。邱泰山认为讲无法度单纯就字数来论断，会收集搁较侪资讯，观察甲分析中国后续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跟印度立委底完成移交合作备忘录 MOU， 第30天内底就要报行政院备查。劳动部长柯文哲今仔是强调讲，目前规划哦，先针对印度农业来小规模试办，啥物时阵要开放，人数偌济，爱个讨论。柯文哲是正肯定印度移交的素质甲工作表现。台湾引进印度移交的话题要持续在增加。台湾跟印度在二月底完成 MOU 换文，要在30天内报行政院备查，再佫送立法院查缴佮公告。劳动部长柯文哲找来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针对皮肤色小我的言论引起争议，佫一再强调讲绝对无歧视的意思。因为用语上不是太精准哦，那有造成外界的误解哦，那当然有一些纷扰。那在这边我也自己深切检讨哈。不过，南亚立委以外国网情伫咧印度旅行红性侵等等的案件，反倒引进了后对台湾治安的影响。一直进来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就业？妇女同胞最关心的是治安。放引进移工的行业，雇主编先必须进行依照哈。我们目前国内的薪资条件去进行招募，找不到人，他才可以进移工。住的女性中有6%就遭受过这个性暴力的对待。台湾来工作，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好没有犯罪记录的一个证明，一定要提出。好，所以就是说，就是我们所谓的良民证啊，好，我们要确保他好没有治安的疑虑。廖亚立委认为讲，民众对印度移工来台湾的细节是真无了解，也烦恼敢会冲击到本国劳工的就业。外劳的警戒指标的资讯非常不透明哈，所以想问的是哈，就会让大家带风向的人带风向。现在对于这个移工哈，如果说还需要警戒指标各方面需要进一步了，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哦。那未来这个台印，后续会用多元的管道。让大家来知道。针对各界的疑虑，柯文哲强调讲，在外国1800万的印度移工，程度和工作能力都真受肯定，犯罪率也低。也强调讲，未来完成备查了后，和印度召开工作层级的会议，包括讨论人数、行业、和来源地等等，只要印度移工符合条件和需求，都真欢迎。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机场因为南跑道进行年度维修，造成航班大乱，和平奖是真万叹。交通部长王国才今仔日立法院会议内，嘛指出讲开始上班才公告维修的时间，中央立委是拢真不满。民进党的立委嘛讲，这款情形若阁发生，桃园机场公司的董事长甲总经理应该拢爱落台。当机场伫西沙进行南跑道的维修作业，造成五百多航班误点，引起民众的不满。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伫初六请交通部做专栏报告，民进党党委李坤德对家己人批评也正猛烈，即个土气公司伫税收进前十一天才公告，批评部长王国才咄咄不休，王国才也为此道歉。我真的对于三月三号当天造成这个民众的不便，我在这里表示非常这个抱歉哈。不然我不客气的讲，你督导不周啊。如果再有这种混乱的状况，你们两个都必须要下台。王国才表示，除了公告的时间要提早，航管部分在税收期间无管制，未来这块都要做检讨。因那在野党立委也批评投机的排名下降。王国才解释讲，在过去疫情期间，有真侪店收起来，投机公司都会针对这部分继续做改进。沟通上面呢、啊，我想这个塔台跟投机公司这边是不是没有做一个？做足这个准备，准备不足，因应失计，沟通失灵。也借这个机会，再向我们的社会大众非常郑重的道歉。机场公司这一次系统性的整合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会积极的改进。国民党团员质疑投机的连锁是后生，王国才是听现任的董事长杨伟虎，认为伊的专业度无问题。因那投机的连锁伫咧过去拢有定选制度。伊讲无国民党所讲的地盘上交办人数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金门最近暴雨是真严重，气象署早起搁再发布大暴雨特报，金门在地能见度是无到200公尺，嘛影响着航班甲小三通的船班，早起有上百乘客行程受到影响。还有吗？5号到15号的旅客还有吗？旅客挂着大包细包的行李，甲机场挤甲满满。边啊座位的休困区也全部拢是人，民众到现场则被通知讲航班暂停起飞，甚至一个人错过候补的班次，甲柜台人员闹甲抢无欢喜。我已经经理叫过了，已经挂号了，我的地龙是这样哦。安排好的行程全部拢被拍乱，旅客是受气阁无奈，几落台侪班机紧急停飞，造成真侪旅客延误，影响人数超过100人。有人是最后暗就来机场等，已经等几暗嘛。我们昨天来了哦，所以昨天就没有搭到，对不对？没有，搭到很麻烦。排号是284，啊，这个今天来了就多了，500多了啦。进都回去了，哎，啊，遇到雾季没办法，那就顺其自然了。是不是只要能回去，什么都好？应该是这样。原来金门受到大暴雨的影响，能见度不好，班机临时取消，当地规个雾茫茫，连开车都还真细滴。真侪路段是手伸出去拢看袂到砖头啊！就想要坐船，小三通的船班初六早起也停航。早上是因为雾嘛吼，起雾，所以6点半就知道早上的雾很大，所以6点半就公告9点会暂时延误了，到9点50就雾散了，就恢复正常。中央气象署伫咧初六早起发高雾特报，金门已经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的现象，但是金门干部局讲。在这么大暴雨的情形有小可较消散，能见度有变好。早起9点50分了，船班已经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为了抢业务，指控台大医学院的教授涉嫌对落药啊性侵，这医生教授嘛，予台大洗头路。也毋过台大医学院按什么伫3月初8，搁再开告评会，讨论要搁再回聘一个医生。三个被害人今仔是出面呼吁讲，唔通搁予这医生登去台大上班。也不过台大表示讲，目前哦，高评会是还无结论，会依法来处理。戴帽啊，甲挂乌金目镜，三个性暴力的受害者举行记者会，呼吁台湾大学甲台大医学院医护属性的权益，守护性病的底线。去年一个台大妇产科医学教授涉嫌下药啊共性侵，去予台大病院判定违反医师伦理的规范，解除医师的职务。不过今年1月份，台大性骚扰防治委员会，以欠缺充分的证据为理由，做出性骚扰无成立的决议。
我们的伤口一次一次的被掀开的过程当中，台大的调查委员更毫不客气的质疑我们，却在最后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找不到这位医师的相关证据，因证据不足而不做出任何的惩处。台湾大学会在三月初八召开高评会，讨论这个医师提出的复评案。受害者质疑讲，台大病院已经甲这个医生做出改制的处分。不过，台湾大学针对这个问题，煞无保持一致，防止误理解，也违反教育学院应该有的最高道德标准。对这个过去百年培养全台精英的最高学府，我们真心感到失望，这是纵容与姑息。我们再次呼吁台大永久解除加害人的职务，不再让加害人有机会利用校方授予的职权进行类似的犯罪。究竟还要多少人在受害，台湾大学才会正视这个问题？呼吁台湾大学能够选起公平正义的大旗，以确保校园是一个安全、尊重且公正的地方。台大回应讲，高评会去年十二月中已经做出暂时停评六个月，等待调查的决议。也表示，因为地检署甲性骚扰防治委员会拢无认定涉案的老师成立犯罪或者是违法的情形，所以涉案的老师依法申请复评。不过高评会还未做出决议，会用依法行政、客观公正、未干冤枉嘛未轻佻的原则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台铁电话线有人摔落去铁轨路的意外。台铁去年开始评估，要伫月台设亲像集运的闸门，年底哦要先伫高雄车头试班。红石更是顶山市站务人员伫月台边卡林状况，甲集运部分月台无共款，代替月台无加设闸门。即几天新北邦桥站、高雄科工馆站，皆煞发生跌落铁轨路的事件。就算月台有划警戒线，提醒旅客保持距离，毋过跌落铁轨路的事件一再发生，嘛引起讨论加设月台门的必要性。因为我自己是在台北工作，然后我觉得台北捷运的确那个防护看起来比较足够一点，就是如果有加增一个防护的东西的话，即使说你有闸门的话，那如果它打开的时候，你如果不遵守指示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掉进去的，还是人民守规矩是比较重要的吧。民众看法无同款，不过两高雄坐运座内地下车头月台设玻璃壁，高架部分月台嘛有违则。跌落铁轨路的事件确实较少发生，为了提升旅客等车的安全，台铁公司去年开始评估加设月台门，第一站选在高雄车头七班。旅客跌落这个轨道的这个意外，我们台铁公司目前也预计在我们高雄站第二月台的 A、B 侧，将会试办我们的列车的防坠的紧急门。台铁表示说，因为台铁跟捷运无同款，列车形式较侪，若要加设月台门，就要下所有车种。目前正在进行基本的设计，按算六月完成发包，希望上紧伫年尾会当完成月台门的试班。根据试班的成效，搁再评估其他车头建置的可行性。记者高雄报道。来看疾管署公布，咱国内搁增加两例本土模仔的病例，嘛发现讲这两个人的接触来源是无同。新北市疫情恐惊会搁传烧，疾管署嘛预告四月进前模仔疫情会出现高峰。在北部模仔的疫情搁在扩大，疾管署公布出片的个案搁在增加三例，一例是境外移入，两例分别是中和区28岁女性，甲永和区41岁男性。本来认为是拢甲北部社区群聚指标个案有关系，严公自发现到发病17天已经挖群潜伏期的上限，尾啊一调发现永和这个个案甲鱼汤相关个案卡了有相差，因两个拢有去过中和的鱼汤店。整个事件目前看起来可能已经是认为说跟这个鱼汤相关的个案比较有关联，所以会依照新北的依照新市镇初步还是研判为是两个不同的群聚啦所以目前这个依照有新的一些市镇跟发展。疾管署讲，麻疹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出片加起疹膜，传播力真强。在同一个空间内面，会当透过空气传播。潜伏期平均是14天，上长会当到18天。最贵的八百头一日生活圈拢爱加强戒备，估计4个进前会出现高峰。只要说有带源者，
的遗迹呢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话，其实都可以造成人群的传播。那麻疹的受感染者齁，基本上潜伏期呢中位数是13天，好，那最长可以到18天，在之后呢他就会出现有发烧以及有皮疹的这样的情况，那甚至呢在口腔里面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白点。疾管署讲，咱国今年到即马有七例麻疹的病例，比之前四年的同期拢更加悬。伫即马病例拢较集中伫咧新北的中和地区。另外，顶礼拜新增加两例儿童新冠肺炎死亡的个案，是今年第一遍出现儿童新冠肺炎死亡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顶礼拜嘛，新增加四例偏高热的本土病例哦。这几天南部温度升高，嘛发现讲碳白网的密度，甲顶礼拜比起来是增加2.1倍，甲去年同期比增加3倍。市政府呼吁民众哦，阁爱加强环境的打扫。早时8:15，三人一组的工作人员就慢慢来检视，刚好到积水容器无倒，也是自行白糖网啊。因为高雄市顶礼拜新增四例天狗类本土病例，新店区两例，小港区一例，林武区一例。白糖网啊监测统计嘛，发现天狗类有升温的状况。社区里头哈，可能民众对于这个环境滋生源检查的这个意识哈，或者是环境滋生源检查的这个注意力哈，是比较低落的状况。那一旦病媒密度偏高哈，那只要有任何的登革病毒进到社区，就有可能会快速扩散。受理显示，全市阳性阳气率，也就是白糖网的密度，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3.9倍，那是甲顶礼拜来比增加2倍以上。尤其这几天天气变热，更加容易加速着白糖网的繁殖，呼吁市民爱加强顺。得清丁丁的动作，特别注意当油涂开呀，哦，杀菌啦，喷嘞，蚊啊，消毒啊，喷者，喷伊啊，看会安粗粗的，反正第一重要是卖蹲水。师傅表示，最近防疫人员伫咧较紧只的徛街附近，发现有人用水桶接入汽水，内面滋生几啊百只白糖蚊啊幼虫，嘛掠着26只的新闻，嘛呼吁民众爱加强来打扫。针对着徛街也是工地的水表箱、切糕，拢有可能是滋生的热点，打扫的时阵爱加加注意。记者王立天、民交宽广报道。来看台中市公共化幼儿园两会专班哦，去年报名的人数是真多，有的学校比出10多人。今年哦，搁要开放报名了，嘛，好真多家长是真紧张。台中市教育局是讲哦，今年已经增设50班了，未来卖搁继续增加。今仔为正古锥，教室内底拢充满笑声。台中市公共化幼儿园例会专班，就是人讲的幼儿班。去年发生挤袂入去的现象，今年第一阶段招生登记伫3月初9开始，真侪家长拢真欢乐。希望大家都可以上学校去读书。有时候家长没有空。以设立代理幼儿园做案例，去年开4班幼儿班，逐班收16个囡仔，唔那全部招甲甜，甚至比出到12名。今年搁再新开2班，嘛是同款，真侪人咧探听。其实家长的询问度当然很高，而且几乎都是额满，几乎都是有备取的。然后如果以今年来讲，虽然还没到报名的时间，但是目前也是以幼专班的家长的询问度最高。园方认为，少子化的时代，公共化幼儿园例会专班名额煞袂赴期，甲第二梯学费补助政策有关系，佮加上学校名声好，毋才会安尼。台中市教育局强调，108到112学年度，两会专班已经加设116班，目前有122班，会当收1875人，等咧搬点两个梯继续增班。教育局将持续盘点可用的空间以及各区幼儿园招生的能量，透过新社员。增班转型以及鼓励私幼的方式增设2岁专班。市府评估112到115学年度，在公私协力之下，各有加设至少200班两会专班的能量，会当增加3200个招生的人数，照顾今年会读册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矿业法去年完成修法了后，环境部头一件旧矿场的开发案，位在宜兰南澳的太白山的圣代水泥，最近的新增哦。本地这个矿场是承诺讲要暂停开发20栋，也唔过最近哦，又个苹果要个动工了。当地民众甲环保团体是拢正反对。农业部的林业署嘛表示讲哦，因未同意继续租土地，予因挖矿。
为空中翕的相片，当看到几粒山头，除了道路拢有树啊砍掉的，环保团体指出，才有非常丰富的生态。这片在宜兰南澳太白山的土地是信大水泥第二矿场、第三采掘场，早在民国87年通过环评审查，后来承诺暂停开发20年。最近想要重启开发，会在离环境部进行环评查的审查。为了延续本公司的一个产能的一个稳定，也后续需要着手相关的一个复工检的一个前置作业，整个环境现况不一样，我们有重新做一个调查。这个开发案比原来宽平案缩小，实际开采面积是25公顷，但开发单位大型要缩减西平的范围，破坏面积会阁缩小，嘛采用逐步降阶采矿，挖了后得进行绿化复育。但环保团体批评开发单位无咨询当地部落，当地居民嘛烦恼会破坏珍贵的生态。我们建议开发单位尽速确认关系部落，并尽速取得当地关系部落的同意。台湾还有其他地区分布大理石矿，为什么要为了开采矿石资源而破坏全台湾乃至全世界唯一的植群组成？农业部林亚素是立场明确，指出只有珍贵的台湾水青冈甲几十种的珍贵动植物开发的影响，因的栖息地够生存。我们会采取较严格的规范，我们本案不同意租用这个土地。案件会在环境部进行第二阶段案小组审查，最后小组决定把案件退回。记者林小美、陈琼伟台北报道。咱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友邦海地，因为黑道作乱，想要占领首都太子港的机场，主动出国访问的总理亨利回国。海地已经进入72点钟的紧急状态。总理亨利伫初五人已经到波多黎各，国内的黑道嘛呛讲，因要发动内战，到亨利袭击为止。为保卫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杜森国际机场免受武装黑帮的攻击，海地当局部署士兵。有现场人表示，在跟武装分子冲突的时阵，有听到机场附近传出枪声。黑帮想要占领机场，打算和出国访问的总统亨利无法度回来。警察出身的黑帮领袖外务行外切利奇也表示，那亨利无枪支落台，会不受发动内战。Jusqu'à dernier coup de sang, Sam Gazi。亨利这部代理部长宣布进入72点钟紧急状态，也因为暴力事件，国际甲国内商业航班已经停飞几啊天。一群台北生活用品商 AI 购买人滞留海地。亨利最近行踪成谜，根据当地媒体初步报道，伊伫多名年家关联控制后，伫波多黎各降落，为啥无直接回国？动机引起质疑。海地这几年来，和黑帮提威逼国走私进口枪械武器，南三座受到太子港，差不多80%地区拢和黑帮掌控，民众是无法度生活。亨利顶礼拜访问肯亚，寻求联合国安全部队接近协助慰安。期间，国内帮派更加猖狂，在加罗加境采手兵，佮枪击两个家家发动攻击，10多人死亡，数千个犯人逃出去，佮即马无抓到。上新一摆冲突也耗资1.5万居民逃离家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埃及的官员表示，讲以下停火的谈判恐惊无法度在再个月有结果了。哈马斯是要求讲，除非以色列全面停火离开加沙，那无就无要甲人质放出来。以色列是要求讲，就爱先甲我的人质名单交出来。离穆斯林斋戒的开始，也就是特圣协议的非正式期限，剩无到一礼拜。做中人的埃及讲，以下停火协议讲了3天，也无突破。阿马斯讲，除非以色列结束进攻，撤出加沙，并且释放大量包括被判无期徒刑的高级武装分子的巴勒斯坦犯人，那无必叫哈马斯把手头顶的100位人质，大约30位人质的尸体交出来是免讲。لن تتحقق إلا بوقف دائم لإطلاق النار لا يمكن أن تتم قبل أن يتحقق كل ذلك. أجيب هي تقوى وانغ صار لي قي عن جون جو هاماس تي جي مع إسرائيل تورن هاماس 代表一个老弟的凯罗丹回应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拒绝哈马斯的要求，讲系剑道到底。有一位以色列官员苏迪卡讲，以色列议员伫咧等待哈马斯交出一份一个瓦掉的人质的名单，一个正伫咧等待人质犯人交换比例是。哈马斯官员被问到是不是有这份一个挖掉的人质的名单时，曾讲这跟谈判无关系，以色列是想要提前做就靠买谈判。Well, there's got to be a ceasefire. You
because Ramadan, if we get into a circumstance where this continues through Ramadan, Israel and Jerusalem, then it could be very, very dangerous.美国对哈马斯甚至真正希望达成协议感到怀疑。国务卿布林肯随后伫咧华府甲卡达总理穆罕默德见面时阵就讲，即马正是哈马斯决定是毋是要停火时阵。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美国做电动车的特斯拉，位于德国毗邻附近的工厂，伫初五因为有人放火，工厂停产。德国一间环保团体是讲哦，火是因放的，嘛讲因就是要破坏特斯拉伫德国的营运，牵涉特斯拉工厂破坏环境跟生态。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是批评讲，这款违法的行为实在是真离谱。德国警方检查伫咧东北部布兰登堡内面一座高压电塔。因为这座电塔敢那予人放火，造成格林海德附近真侪城市，包括特斯拉的电动车超级工厂在内，拢无电通用，生产线规拢停落。特斯拉的超级工厂伫咧柏林东南边，是伫欧洲的第一座制造厂。好佳哉，这场大火无炭烧到工厂。警方讲，火已经被拍花。Die Produktion ist jetzt stillgelegt. Für uns ist das hier wirklich ein Anschlag auf diese Industrieansiedlung hier in Brandenburg.Wir haben über 12.000 Mitarbeiter, die wir jetzt momentan nicht weiter beschäftigen können. Das bedeutet für uns einen wirtschaftlichen Schaden im hohen neunstelligen Bereich. Und wir haben momentan noch keine klare Sichtbarkeit, wann wir hier wieder mit der Produktion beginnen können. Sind natürlich im engen Kontakt mit der EDIS und versuchen hier sehr schnell Klarheit zu erzielen. Und ja, sobald wir dann das Netz wieder aufschalten können, werden wir natürlich die Produktion wieder hochfahren. Aber einige Schäden werden dann möglicherweise auch erst sichtbar werden, wenn wir dann wieder zuschalten. Tesla 伫咧格林海德工厂的扩建计划遭受到强烈的反对。Tesla 希望和这个厂的电池产量会当增加一倍，也毋过为着被扩建工厂才造成侪森林，和当地居民反对，强调工厂会破坏资源的供应。环保人士自三月初就走入去特斯拉工厂附近的森林，进行所谓的绿叶占领活动，未阻挡工厂的扩建计划。Ja, saubere Elektroautos sind eine dreckige Lüge. Hier Menschen vor Ort wird das Wasser geklaut, aber auch da, wo die Rohstoffe für die Autos herkommen, werden Menschen ausgebeutet und Natur zerstört. Was wir brauchen, ist eine sozial gerechte Mobilität, an der alle teilhaben können. Dazu gehören keine überteuerten Autos, sondern öffentlicher Personennahverkehr, den sich auch jeder leisten kann.据组组织火山集团的人士讲，这场火是因放的，并且讲这是因对特斯拉的德国厂的破坏行动。这也是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的供电第二遍被破坏。这件代志也造成特斯拉的股价跌2.8%。特斯拉首席的执行长马斯克批评放火人行为是正当。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量子电脑被认为是后一个世代的科技产业，会让电脑运算的能力有革命性的突破。国科会2021年开始，就甲中研院、经济部、佮清华大学等单位成立量子国家队，早起嘛展现因的成果，咱做伙来了解。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晶片，好，都有这个晶片，好，那我们这个晶片就会整合成一颗大模组，然后放在这个地方。江建义向媒体展示量子国家队伫开发量子电脑相关技术的进展。透过因开发的低温控制晶片模组，通缩小目前量子电脑40%的体积，也通省电源50%。我们现在量子电脑，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像我们的冷冻柜非常大，它后面有很多的仪器。那这个仪器后面，其实它必须要有这个线接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冷冻柜里面。那我们说一个量子位元，一般来讲就是2条线到3条线可以去做控制哈。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未来到100万个量子位元的时候，你想象我们会有300万条线。刚建议开发的晶片模组，通结合量子位元跟缆线，让晶体体积缩小，为未来量子电脑增加效能、体积也增加做好准备。另外，清华大学也参中华电信合作，实现更加安全的量子加密通信可能性。量子电脑能够做的其中一件很重要、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它可以把一个整数很快速的子因数分解。我们现在网络上大部分的资料，他们的受保护的机制，其实全部都是跟
子因素分解有关。量子电脑的出现其实等于是对我们的治安造成了某一个程度的威胁。研究团队表示，因即马透过中华电信的商用光纤试验，无法度和传统演算法破解的量子加密通信，结果有成功。估计未来三年以来，通发展量子骇客防御技术，提升台湾的治安。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咱来看阳明交通大学学生柯培德，伊用台语来解说量子科技，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哦。其中二讲，因为有真侪科技的新用词，需要大家来急头脑，确实是无遐尼简单。也唔过哦，伊想要用台语来做一般大众的科学普及教育，嘛望讲为台语来拍拼。是的，这个电晶体的背后的原理嘛是量子力学。因为咱先知影量子力学，才通去了解半导体材料的特性，安尼唔只有法多用跩材料去甲晶片做出来。用台语解说量子科技伫生活中的应用，讲甲不只认同。这是阳明交大学生齐培德所做影片。那讲到量子，恐惊济济人拢杀无涨。齐培德解说讲，事实上，咱今麦在用的手机啊、电脑和 WiFi 内底的半导体晶片，拢是有用到量子科技。也是跩迄个应用，拢是需要。半导体工业去改支持，上基础的原理其实就是用到量子力学，才有法度去做出跩半导体晶片啊、电路，可以法度去运作。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用台语来讲各种专业，唔那文学、历史，嘛有用台语来讲科学等式的专家，亲像天文学家蔡安利、甲力学含会正式的吴宗宪教授等等。齐培泰认为，家己建一个有科学的专长，做影片来推广，嘛是为台语奉献心力。量子科技，因为它以它新政府迄个投资的金额，算讲是较少的。啊，母语嘛是嘛，那甲因两个结合起来，除了伊听起来较适合嘛是会使甲因，就算讲做一摆推动。齐培泰指出，像讲一寡科技的技术，拢着爱创造台语的讲法，伊嘛参考真侪台语 STEM 标准化计划的翻译。这个计划都是有收集科学、工程、数学等等的书来翻译。齐培泰嘛，唔忘讲，甲这新书推广到生活和教育，和台语谈讲万事万行。记者卢雄如、曾春。台积电去年甲德国大学签署半导体人才培育的计划，来自德国三间大学三十个学生哦，这学期伫台大上课，刷来因来去中科的台积电实际去做训练。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读化学所，嘛有材料工程背景。Veronica 是为124名申请的学生内底拣出来，正做台积电和德国 Zaxon 政府头一届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30名学生之一，目前已经在台大上课。I chose this program because I'm interested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this opportunity was just amazing to visit Taiwan for 6 months an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e internship at TSMC. 计划头一届唯一合作的台湾学校就是台大，30名国际学生分散伫相关学院，为八节专业课程强化半导体领域的学术专业知识。一个学期了后，就要到台积电中科厂区实习。And I am so excited. I think it's a pretty new, innovative program for the semiconductor talent.台大国际长王浩伟强调，台大先建立课程模组，未来有更加侪德国学生来，其他大学就会当照安尼去做。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他们来也能够学习台湾的文化，还有学习一些语言。因为未来如果他们是有潜力要到台积电或是我们其他半导体公司工作的话，他们必须要具备一些我们的文化跟语言。Maybe we go to 100 students coming next year. That's the idea. 台大表示，这是跨国三观学合作的育才新模式。今年30个德国学生在台大读册，只需要拿凭证费。啊，不过后一个学年开始，来台湾的德国学生会有新的收费方式，名额预估会增加到100多人。增加的名额会分散去其他大学。那台大学生也有机会到德国工业区实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众里乡一间法国稻谷垦的繁殖场哦，经营困难关门了。也唔过现场阁留67只幼狗啊。动植物防疫所去抢救，发现讲环境是真垃圾，只狗仔状况嘛无好，已经死17只了，嘛已经依照动保法发业者3万块，开放民众来领用。
伫咧信用区内边，几多只法国斗牛狗，一直飞，目睭大大蕊，甲人金金相，看起来真古锥。即个狗拢是来自宜兰作为一间养殖场。附近的厝边讲，业者因为这部问题无法度经营，几多工无饲狗，狗一直飞，才会通知动物保护所。跟他借钱啊，没钱还啊。哦根本就招了，哎呀，说他一招了呢，要叫防疫所把那个狗带带走这样而已。有风，要不然应该臭死。这个养殖场所在位环境垃圾味真臭，欢迎的员工现场成就内面67只法国斗牛狗，其中17只因为身体虚或者是互相夹夹受伤死亡，只剩下50只，25只由民间团体照顾，其他开放民众领养。民众听到消息来防疫所买领养，有人认为养殖场把这些狗放的外观真无道德。那他这样很不公，很不道德啊！你说你如果养不起，你要去处理它，不是说放任不管这样。他的动物他没有好好照顾，然后没有给他吃喝，那他有违反动物保护法，我们他违反动物保护法第五条。的规定。动物保护防疫所希望民众伫咧领养法国斗牛狗之前，爱详细考虑伊的来源，甲查狗的相关资讯，才能提供好的照顾环境。因若养殖业者因为无好好照顾这款狗，伊就违反动保法罚3万，并且没收所有动物撤销业者的养殖许可证。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到了一间饲上万只猪的饲猪场，对109年高达，因为民众的定金被扣查198届，也被开出13张的罚单，罚44万元。今天早起，云林县工业区的专案小组也跟环保局做伙去这间饲猪场辅导，员工业者要限期改善。环保局的稽查人员收到民众的订情，去云林斗六郊区这间低调稽查，会当看到因墩真侪堆肥造成臭味。稽查人员提出机器对附近的空气残留、霉味的检测，但是超过标准。最近3年哈，屡遭澄清这个异味的问题达到198次，每次超标都是主要针对异味的问题。那最近的裁罚金额超过44万多元，那每次都是异味检测的一个超标。环保局表示，这间低调市场搬家地，为了控制空年高单，已经被人订正客家198摆。环保局马照空文化、水文化、废青化等等，计共各发13件。所以，云林县工业区甲污染监督专的小组，会同环保局去辅导低调，要求限期改善。现在我在做一个识别的更新，我们的污水部分来做沼气发电，啊，里面的污水分流，现在我们导导在做起来。如果识别渐渐的减少，现在应该今年年底后都会拢个拆掉。低调业者讲，针对污水液体外渗，今年底得当完工。啊，那空气中有臭味的部分，有请专家辅导，改用未必需要用些方法改善空污。不过，也阁需要一挂时间才会当改善。环保局强调，会继续关注改善的进度。若是改善期间阁有空污超标，也是会依法执法。记者王伟雄欢迎报道。台湾湿地人口增加已经有30万人，高雄市社会局推出安心手链，让湿地的时段挂在手链，也可以查到家属的资料。也不过有议员是质疑讲，一冬才发出600条，申请率只有30%，是真可惜哦。因要求市政府得爱拍拼宣传。接下完当日甲时代开讲，时代的手有一条手链，顶冠阁有家属的资料，这是高雄市的安心手链，家属会当免费来申请，来避免失地时代无去找无人。亲像这位阿嬷，伊有轻度失地镜头，不过伊会将手链放伫脚板。社会局表示，也是有时代认为挂手链会歹势，就无想要挂。咱我老先叫我挂啊，我是拢放伫底下来啦，无咧挂这啦。啊，咧自带是无吼啊。等下寄出来看就知影，伊就敲电话给因啦。不过有诶长辈感觉讲啊，挂这個可能哦较晦气啦，啊厝里树林挂这吼会叮叮咚咚，啊有当下会感觉讲啊挂这足歹势。高雄市高龄的人口去年超过51万人，六都排名第二。高雄市的人口到今已经破4万人，推估逐年阁会增加2000人。已经有意愿积极，社会局安心手链，逐年拢干那申请600多条，申请率30%，因为市府选择无够。上半年一共制作了323条，那咨询专线的服务人次是80人哦。可以发现，其实这个数字跟我刚刚提的这个失智推估人数的增加速度比起来，其实是不成比例，而且是非常低的。
蔡哥坚定着发生一位失德时段起工坐伫桥顶，虽然有看好，因为无安心手链，警方阁爱开时间调查时段身份。社会局表示，未来甲警局、卫生局来配合，加强安心手链宣传。记者钟义辉、柯昭阳高雄报道。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高15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高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高32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28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高26度。再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播3点，咱再会。